政务官本来就该负政务官的责任，我绝对不会恋战，绝对不会恋战，绝对不会恋战。这是传颂几百年的句子，我们今天呢就把这句话啊，但愿人长久，送给我们农业部的陈部长。可以看到我们农业部的说法不断的前后不一，然后自相打脸，所以可以看到这整件事件农业部处理起来就是荒诞至极。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是大局为重啊，是民进党内竟然还在上演党内斗争哦，实在让人看不下去。这一次进口蛋的争议有严重要害，地方政府拿到资料可以在第一时间对症下药，不用大喊叫蛋。部长现在的状况，你会用什么成语形容他？双多吉祥，刘志达，圣诞老人，忍辱负重，吉人吉祥。台湾价值成语教室，避重就轻，大局为重，肆无忌惮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坏蛋，继续坏蛋了，千里共藏钱，会不会到最后赖要蛋蛋哀伤呢？我绝对不会恋战，绝对不会恋战，绝对不会恋战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斐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斐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。